在所看到的这件文物呢，是咱们襄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它同时呢也被誉为是华夏第一青铜马的称号。那么它为什么能堪称是华夏第一？是因为它的长和高均为163厘米，它的重量呢达到了720斤。就它的形体和大小而论，这是咱们全国迄今为止出土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马了。经过专家考证呢，这是一个三国时期的夫妻合葬墓。我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青铜马进行这个观测，看它有没有这个再次氧化或者再次破坏。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观测，发现现在保存的也非常好，目前肯定是达到了我们这个修文物修复保护的所有的这个要求。